上个星期咧就喺日本度翻嚟啦，咁我又买咗一个好特别嘅产品，就系呢一个有个名堂咧叫做 Metallic Nano Puzzle 嘅。咁顾名思义咧就系有两块嘅金属片啦，里面有啲部件将佢拆出嚟咧就可以将佢砌成一个 3D 嘅 puzzle。咁啊，其实呢个 Metallic Nano Puzzle 都系会喺香港嘅 Long 有得卖，但我睇过之后咧，其实就得一啲普普通通地标性嘅建筑啊之类。但我喺日本嘅一个百货公司咧就睇到有Star Wars 的版本，咁啊，我真系买咗，因为佢系1200 yen度，大概95蚊，同香港嘅价钱咧，其实仲平过香港2蚊，咁但系佢系特别啲啦，同我自己都系 Star Wars 嘅 fans 嚟嘅。Star Wars 版本咧，其实分两个嘅，一个就系Star Wars 上面其中一只飞船啦，咁啊，第二个咧就我而家手头上呢一个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我自己好中意、觉得好有趣嘅角色啦，就系、是、R2D2 一个机械人仔。咁我喺接落嚟嘅 video 里面咧，就会将佢 unbox 拆解啦，之后就将佢砌翻埋一齐俾大家睇下，砌完出嚟嗰个成果系点嘅。好啦，咁开始之前，梗系要准备一啲工具啦。我就唔系一个专业嘅玩家嚟嘅，所以咧我就冇工具嘅。但系咧又俾我谂到咧，中学鸡年代上呢个 bio 生物课嘅时候，就嗰阵时咧就买咗一 set 工具咧，要嚟劏老鼠。咁我试下喺呢 set 工具里面咧，睇下有啲乜嘢工具究竟是可以有用的呢？好了，打开看看先。看看，咦，我相信可能这把铰剪会有用啦。之后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有些老鼠毛飘出来都不定。我想这个啦， forceps 啦，有试下攞埋呢个铰剪，唔得呢个铰剪可能剪我嗰度老鼠内脏啊！啊，攞埋呢个 forceps 啦，之后啊，攞埋呢一个 forceps 啦，搵咗粒胶佢，好，而家咧万事俱备啦，有好多工具喺度咧，咁我哋咧而家就开始。咁啊，首先就掹开佢先啦。喺运送翻嚟嘅途中咧，其实都已经俾我扎到咧，歪下歪下咁啊。见到有两块金属片，哇，都好重手下，非常之精细啦。有一张说明书嘅，尝试打开嚟睇下先。哇！全部都是日文嚟噶，咁我哋都估到。对翻位，睇翻啲号码，佢就话唔知点样揾呢一个类似风扇嘅物体出嚟。哇！咩嚟噶？唔好理，整咗出嚟先。咁啊，剪咗出嚟啦。哇！真系要好细心，如果唔系话咧，就会屈烂。要揾三嚿唔知乜嘢，揾呢嚿啦。之后同埋。将呢一嚿咧拆出嚟噶，哇！真系好惊剪烂，讲真。呢度啊，佢就话要将佢呢边位啊，将佢屈成一个 3D 嘅形状。好彩呢啲烂鬼钳，所以抌落都可能冇咁易烂嘅。哇！整呢粒咁细粒嘅嘢咧，都整咗5分钟，其实真系好难整。之后咧呢粒嘢咧，佢就话摆喺呢个位，哇顶，真系咬烂咗。我谂砌一只 A D 都要搞几个钟，你唔好睇佢细细块，哇黐线，我不如搵碌嘢翻嚟。哇成功，剪咗一粒，咁啊仲有两粒，但系咧就将呢粒整埋上去先。哇！呢、這个真系超级难搞，而家整晒啲一粒粒嘅嘢上去之后咧，就要将呢一个本身平嘅一块嘢咧，就将佢挖成一个 3D 拱形、圆形咁嘅形状。咁啊，可能我镜头咧难睇啲啦 ，focus 都唔好咯。咁呢个每一个边嗰度咧，就有一条奇怪嘅嘢突出嚟啦。而另外呢边咧，就会有一个窿，我等佢咧就扣落去嘅。咁样咧，我就尝试咧将其中一块勾落第二度啦，整得其实唔系太好咯，因为见到
中间呢度仲有一个窿，咁啊，插翻出嚟先。哎呀，哇，大佬，争啲搞烂咗。经过咗个几钟嘅努力之后咧，终于咧又俾我整到成个 R2D2 里面，其中我都唔知有冇五分之一 part 就系整咗个头噶。个头咩特别呢？就系咁啦。要屈呢啲原位咧，其实真系好难，同埋而家其实都唔啲后脑对得都唔系好齐，我觉得其实都冇乜可能可以对得齐个底啦，又要攞个框咁样框鬼住啦。咁啊，好啦，而家搬翻落去第二 part 啦。咁啊，努力咗成几个钟头之后咧，终于咧整咗个头啦，之后咧整埋个身啦，同埋咧有两只脚嘅。咁啊，而家尝试。将个头凹落去先啦，好成功凹咗个头落去，咁啊 ，OK 啊，睇下个样咯，影翻实佢先，其实好似歪咗一角，其实错咗，要插翻个头落嚟。好啦，又冚翻。攞翻啲位啦，今次应该冇错。咁整完个头落个身度咧，咁就可以去整只脚啦。我出事，要整个头落去咧，系好难整只脚落去，因为个头顶呢个位咧系已经遮住咗。大概整好咗啦 ，R2D2 嘅大半身，咁嚟紧咧就会整埋佢嘅脚嘅底啦，同埋成个 R2D2 嘅底嘅。而家伸延长咗只脚啦，咁之后就整咗两嚿脚板底嘅部件。咁啊，暂时都可以叫做期待起身。咁啊，搞成七八个轴，就将啲嘢咧冚翻埋一齐啦。中间唔同，中间呢个位咧系非常之易烂，其实已经系烂开咗。咁但系轻轻用啲胶水遮黐住啦，而好在侧边仲有两只脚啦。咁呢只嘢都稳阵嘅，暂时而家 look 都几靓。古天乐隔篱就系 R2D2 啦，同佢冇乜分别。古天乐只系冇颜色咁摆嘅。